想你的世界和你眼神都相同，当你心中的彩虹穿行在巅峰，而我就在你身边，心也随着你跳动。执照你都有，都是瞎编的啊。你没有地方住了是吗？我，那你跟我走吧，在你没有找到新家之前就跟我住，走。啊，谢谢你。陈心怡，顾总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现在住在千灵家。哦，那个，我找他有事儿。哦，千灵，那个我不在。公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买一送一，心怡，这杯奶茶给你。啊，哦，不好吧？这是顾总给你买的。那我总不能让你看着我一个人喝吧？是，心怡来家里做客，不能少了你的。啊，哦，三分糖。谢谢顾总。你们先聊，我先进去了。说吧，什么公司？我找了一些国内外用艺人肖像授权做 NPC 的案例，还有一些纪录片，你可以参考一下。我看看吧。还有什么事吗？你能不能别把猴屁股贴脸上啊？你滚！茶排队要排俩小时，啊，这么久啊？啊，网红店啊。你们俩？嗯，我俩是邻居，他也说了是买一赠一啊。睡小姐，自先生，自然醒和睡到自然醒，他是强行攀关系，不要脸。哎，估计就是什么拿错了吧？可是我看这个，哎，你是不是没有带睡衣啊？
那个我房间中间那柜子里有，你去拿啊。我要去洗漱了，我今晚上要加班呢。哎，亲。U 盘密码。你原谅我了吗？继续睡吧。原谅你，做梦都不要想。U 盘密码 ，U 盘密码，不会这么不要脸吧？原谅了。我整理了一些林雨的资料，你要不要看看？好啊，辛苦了。密码怎么不对了？你怎么称呼岳倩玲？
难得你这么早给我打电话，是有进展了吗？好消息，坏消息，先听哪个？听你这语气，好消息也变坏消息了。林宇那边回复了，说他很感兴趣。坏消息呢？吃得下外卖啊，好香啊！怎么样？好好吃，好吃。你去看看啊。赶紧收拾一下，我们马上出差去北京。啊？出差？和谁啊？我跟你啊，我为什么要跟你去啊？当天来回，抓紧时间。哎，那个，我还有别的工作呢，我不去。喂，喂，哦，我可能要出差去一趟北京啊。啊？你们怎么都搭飞去北京啊？你们？啊？老蒋昨晚也派人飞北京了。找那个什么武术传人林宇谈游戏肖像授权 我不跟你说啊。难怪，算了，我和顾寻级别不一样，飞机上也不会坐一块。哎，喂，你好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我刚订了一张经济舱和一张商务舱。啊，就我这个手机号，麻烦您帮我把经济舱改善成商务舱吧。啊，就用我的里程数兑换就好。好，谢谢您啊，麻烦您了。哎，我为什么也是商务舱？看来陈心怡对你蛮好的。哎，你觉不觉得项目一不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想找林宇谈谈，好像不是巧合。你把林芷的亮点再挖一挖，别操心其他的了。你先上车吧，我接个电话。嗯。喂。这事儿肯定有猫腻，怎么可能我们刚想到方案那边就到北京了？我们肯定被人摆了一道。知道这件事情的只有我们三个人。PPT 是叶倩玲做的，蒋一士又是他的顶头上司。想要知道并不难，我担心事情闹大会对他有影响。你骗了呀？爱情使人转性。我先出发了。难怪要急着联系林宇团队，原来是为了断第九事业部的路啊。还是江总英明，你就这么理解的吗？凌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，代表着正能量。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公众人物，去提升我们游戏的影响力。哦，对对对，还是江总有远见。白天一本正经的宣传国粹，真的是造谣一张嘴，人设彻底玩崩了。这些人设都是假的，团队包装的。
林宇在采访里都说了，他平时经营着一家太极馆，会收一些想学太极的孩子们，但许多家长都不赞成，认为学太极没什么用，所以他没办法，只能免费教。那凭着什么训练场地的成本，还有比赛的费用，那总得出去赚钱啊。调酒师这个身份在我们这儿算是加分项。你有没有发现林芷也可以和凌宇一样都有双面性的特点？哦，那林芷在夜晚如果化身为鸩，而我们常说的鸩酒就是毒酒，和林芷是恶人和异兽的毒药，这一点概念完全契合呀。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我太激动了。我现在有一个想法，我先画出来试试看。师傅，开稳点。好的。峨眉枪讲究动静结合，力道饱满，威力无端，使动时生花绝妙，身体优雅飘逸。苗刀始于汉代，运用时讲究辗转连击，急速淋漓，威力无穷。你看林宇，每一种武器都得心应手，真的和森罗变非常符合。所以我们必须拿下的。嗯。老师，那个咱们下面就是准备这个太极演练的环节了。行。然后现在您就先去休息一会儿。可以可以可以。等会儿去叫您。那一会儿见。哎，好好好，我先去了啊。哎，辛苦老师了。哎哎哎。凌宇老师，你好。凌宇老师你好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我们是 HC 沪渝第九事业部的，之前呢给您发过狭路人物角色的合作，关于林芷这个人物，我们觉得非常符合您的风格。我看了。我也很喜欢，但你们公司另一款手游游戏先找过我了，而且他们开出的条件更好，曝光量更大。不好意思，辛苦你们白跑一趟。啊，林宇老师，您先听我介绍一下。你没事吧？疼。林宇老师，林宇老师，那个小豪受伤了。受伤了？啊。怎么了？脚扭了，来，让我看看，可能是骨折了，还是送去医院看看吧。啊，好，搭把手，送去医院。来，来慢点。检查完了给我打个电话啊。啊，好。我来，老师，林宇老师，您还有其他助手吗？那等一下的太极演练，有谁能跟您一起吗？我没有助手，这也是我朋友过来帮忙的。还有一个，他会。凌宇老师能再给一次机会吗？听一下我们的阐释。你跟得上我的动作，我就听。没想到他们两个 CP 感还蛮够的。好，辛苦。不错，给你一件。哎，谢谢。嗯。林宇老师。嗯。您看一下，这是我们下面要拍摄的分镜。行，挺会演的嘛。刚才打电话了，小豪没事。哇，那太好了。我说啊，你都忘记跟林宇提项目了吧？交给你了。切，我就知道你的态度。今天有限时装备，记得吧？
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情打游戏？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儿，一会儿再说啊。哎，好。这个分数很难达到，很多人都冲不上。这个赛季就要结束了，我一定要达到。这个分段很挑配合度，需要团队够强才行。要不我们三一起？可以啊，那试试。你们不是在北京吗？怎么在一块打游戏呢？加油！顾寻，后面包场。搞定。我掩护，你们先。嗯。你俩平时就是队友吧？不是。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的项目，这个呢是我们的女主。我们新增了日夜两种极致的反差，白天呢她是领旨，是一个普通客栈的老板娘，和平民百姓们生活在一起。到了晚上，她就变成了朕，斩杀异兽和恶人。他和男主明成约定，一光一影守护着百姓。手游的曝光度确实不小，不过其中的角色和您本人并没有契合度。嗯，狭路无论是灵指还是精神内核都和您完美匹配。怎么说？狭路和灵指的精神都是虽千万人吾往矣。其实就像我们做三A游戏一样，虽然这一路上遇到了很多的阻碍，也几乎没有什么人认为我们能做得出来，日后说不定也会遇到很多困难，但这些都不重要，因为我们坚信我们在做对的事情。来，给你看，这是我打算做的一个游戏，三A游戏。但是这个三 A 游戏会不会太难了？你别着急，你先看啊。你这个方案怎么做的呀？我是搞投资的，不是陪你玩游戏的。走吧，走吧。你是怎么想到那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？这是我对狭路的理解，不对吗？没错，狭路想要表达的就是这句话。嗯，走，买吃的去。这么多人，能在网上买吗？不行，这家面包店很火的，点外卖的话要两个小时才能送到，赶不上回去的飞机的。那要不我去买个饮料，你替我拍着。我要的我已经在手机上下好了，你直接拿就行啊。啊，买好了。挺快的嘛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等了一小时零一分。
我说你买这么多面包干嘛呀？林宇他同意合作了。帮我想个礼物吧，送给女生的。哦，女生啊，那她有什么喜好？喜欢戴首饰吗？精致吗？都不。哦，挺糙的。特别糙，但也特别可爱。你不会是要给林宇送礼物吧？作为一个电竞女孩，如果她连这个键盘都不喜欢的话，那她就是没品味。自己拿着吧。哎，你好，请问是顾先生吗？是，你的快递。谢谢啊。谢谢。哟，给女生买礼物倒是挺积极的嘛。等一下。嗯。第二个半价，这种便宜不占你是笨蛋。那我也不能要啊，你们一人一个不就行了？这种是女孩子用的，不适合我。那我把钱转给你。不用了，今天出差辛苦了，犒劳一下你。那也不能要啊，这个太贵重。能报销。哦，那行吧。回来了，这个面包你尝一尝，很好吃的。累不累啊？今天累死了。哎，你买了这么多东西啊？怎么样，今天还顺利吗？搞定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林宇私下和镜头前一模一样，特别的飒。那你今天进场的这么顺利，是不是因为你和顾总配合的好？这一趟去的真值。我好羡慕你们，可以勇于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。那下次让你和蒋俊南去。哎呀，不要！怎么就害羞了？你刚刚不是还想去的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害羞什么呀？好啦，你都累一天了，赶紧洗洗休息吧。洗澡水已经给你放好了。心仪，我真是爱死你了。那我先去洗澡了啊，快去吧，快去吧。累死了，累死了。哇，这个键盘也太酷了吧！嘿，手感也很好。我在网上看到过这款，我记得好贵的。顾寻给的，说是拿下林宇的奖励，公司可以报销。报销啊！啊，顾总对你真好。顾总，你有没有报销单啊？明天去公司可以交给我，我替你整理。没有需要报销的，那你垫付机票升舱的钱，我转给你。好的，谢谢顾总。
各位早啊。今天的会议是决定两个项目部谁能拿到 S 级预算的决策会。那我们先请一部的蒋总。加油，蒋总。恋爱经纪人，有着超高自由度的恋爱体验。我们的四个男主都非常的新颖，有着执行力超强的青年俊才，有阳光帅气的篮球巨星，有痞帅的嘻哈歌手，还有温文尔雅的经济学家。玩家可以通过自己的喜好自由的匹配。除此之外，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就是嵌入了区块链萌宠养成类游戏。举一个小例子，玩家养成宠物，宠物会饥饿，会口渴，需要玩家陪伴。宠物系统本质就是社交，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新的社交方式提高用户的粘粘性，我们的流水会非常的可观。我们希望打造这种良性的循环，打造长新长玩长线精品。狭路作为国内第一款3A游戏，我希望它在概念和玩法上面能够赶超国外，而在人物和元素上能够体现出独特的东方美学。这就是我们游戏的主人公林芷。白天她是侠影客栈的老板娘，风姿绰约，周旋于市井，无数人为之倾倒。夜晚她是朕，恶人和异兽的毒药，见血封喉。我们认为双面性是一个会触达玩家心灵的点，所以他将会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人物。我们已经和凌宇签订了合作意向，他是太极第六代传人，精通各种兵器，与林芷的武器森罗变完美重合。蒋总今天的阐述的确非常吸引人，以项目一部历来的业绩来看，恋爱经纪人的确会给公司带来非常可观的收益，这一点我承认。但我依然坚持，我们必须做3A。当我和我的团队开会讨论时，聊到3A游戏，这些游戏大多来自欧美或者日本，没有一个是我们国家开发的。没错，一个都没有。是我们做不出来吗？我不这么认为。从 A 点到 B 点，只要目标坚定，无论多难，从 A 出发迟早可以到 B。 可如果中间出现了 C， 那他就会绕路，甚至慢慢忘记自己的终点其实是 B。 可我们的 C 实在是太多了，人力、成本、创新资源等等等等，多到没有人可以到达 B。 可没有人到达不代表没有人在去的路上。有人会为了细化一片花瓣而通宵三晚，有人会为了一个设定查遍整个网络，我们不是在感动自己，我们是不甘心、不服气、不认输。这份坚持没办法用收益来衡量，但当有一天我们的同行用狭路来给后辈们做案例时，那这份收获将会是最宝贵的财富。3000万，虽然对一款3A游戏的制作来说看似并不那么重要，
但如果有了这3000万，我们就能把每一个细节做得更好一些，做得再好一些。等狭路问世时，让更多游戏人感到骄傲。虽千万人，吾往矣。各位董事，我们开始投票吧。选择第九事业部的请举手。那恭喜第九事业部。让星光做的梦亮了天空，我分享你的世界，和你眼神都相同。当你心中的彩虹穿行在巅峰，而我就在你身边，心也随着你跳动。我的妈呀，说的也太惨了，刚才蒋总那个脸色你看到了吗？真的臭。不过我说刚才真的有被顾总感动到。嗯，鼓掌发自内心的。叶千灵，到我办公室。嗯，小心措辞，他现在是定时炸弹，随时会炸。加油。坐。蒋总，谢谢你提供我去第九事业部学习的机会。我机会是你自己争取来的。嗯，那我也没有给咱们项目一步丢脸。谦虚了，你也没少给第九事业部长脸啊。嗯，那个去就去了，自然就勤奋一点吧。嗯，那要是没什么事，我先出去了。恋爱经纪人呢，是咱们项目一部的拳头产品，把精力分回来，收收心。嗯，好的，江总。恋爱经纪人四个男主的宠物形象，交给你了。下次例会的时候，说说你的想法。例会不就是2天后吗？这个时间会不会有一点点？时间确实是有点紧，不过你在两边工作都很出色，相信效率不是问题。嗯，好的，我尽量。到时候再分享一下你在第九事业部的工作经验，让大家取取经。嗯，好的，蒋总。嗯，那没事，我先出去了。嗯。怎么样？老蒋骂你了吗？你要说骂了呢，好像也没骂；要说没骂呢，好像确实有点阴影。你能不能说人话？他就是布置了一下接下来的任务，除此之外呢，还让我
分享一下在第九事业部的成功经验。我觉得他现在是给一个机会让你表明自己的立场，你既不能夸第九事业部，你更不能损自己的盟军。那我要怎么说啊？其实说什么都可以，但是啊，你要坚持两大原则。避重就轻，思想请柬。我记下来。哎，避重就轻，思想请柬。OK， 说。这个避重就轻呢，就是说你不能真的分享三 A 的经验，而是你要把你对项目一部的这个忠心表达出来。坚持虽然但是句型，虽然但是，虽然三 A 原画具有挑战性，但是我们二次元的画风更加贴合当下市场，迎合年轻人的喜欢。哎，嘿，不错不错。这个思想情切呢，就是说你要表达出，虽然说你现在人在第九事业部干着兼职，但是你满脑子想的都是你怎么把这些东西运用到项目一部来，主打的就是一个人在曹营心在汉。那可以这么说，对于上述案例，我有一套自己的看法，然后再表达一下忠心，说那个，但是我时时刻刻都想着项目一部。哎，一点就通。你好厉害啊！如果你去干人事的话，最差都能混到个总监。哎，客气客气。哎，不过说真的啊，以我对蒋总的了解，他现在明里暗里的让你表明立场，你这段时间最好还是离第九事业部避避嫌，走吧。不至于吧？那好歹也是两个部门的领导啊，格局很。你怎么来我部门啊？明天部门团建加庆祝，真人 CS， 一起吧。你就不怕我把你们团灭啊？你忘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了？今非昔比，我知道了，我要去忙了。千灵知道你这么急不可耐吗？不会用成语可以闭嘴。我说你俩到底能不能成？我是第一次打，没事儿，到时候就有我在呢。这不正在行动吗？走。你拆锁吗？走。站。开了。你们现在人好像不太够，打起来应该会没什么意思。要不要再找几个人组队？真人 CS 拼的是实力，跟人数没关系。比如我，一个人能当十个人用。嘿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们还缺队友吗？我们就两个人，想找人组个队。不好意思啊，他说不。这太巧了，就缺两个。那太好了，我们一队吧。啊，咱一队。顾总，别聊了，来抽签。哎，心仪，你之前玩过这个游戏吗？没有。没关系，我带你玩。好。千灵，千仪。啊，我。呀，红的。你仨一队啊？那行，一会儿好。千灵，这个我帮你抽的啊。那我还跟你一起。你还抽两个人的，这是千灵。你打我好吗？太好了，咱俩是一对。还有谁没抽？还有我。别紧张，我带你一起啊。好。不错不错，还有谁？平常没事的。哎，给我在这儿。不好意思。快点呀！不好意思，谢谢。你们俩抽到的是吗？
好巧、哦，那我们三个是一对啊，快回一起。那我们就准备换衣服开始吧。蒋俊南，我谢谢你啊，刚才是红色的呢。赶紧来吧。好啊。好。这个。OK。看完再决定啊。好。我帮你试一下那个枪准不准备？啊，好啊。哦，有震感哎，好酷啊这个东西，你试一下。好啊，那我打你吗？可以啊，你打我。哇，好有感觉啊这个背带。不错哎，走。走。哎，啊，来打我。打你干嘛？打我。啊，你喜欢自残是吧？哦，哎呀，你居然你打着我了！预备，开始。志正，去对面。我脚。啊，好狗啊你们！好狗啊！放开我！你们队除了月千灵都是新手，两边实力不匹配，咱俩换一下吧。你？怕。想念相遇的瞬间又是熟悉的感觉，记得我吗？在某一天擦肩而过，然后开始想念，想一个人一天，惊讶于我的改变，多复杂的考验，简单聊聊天，在你的左边心温暖一点，你靠近我的身边洒下光点，盛开无数的想念，我心跳热烈开始无法控制，想你的一切，你就在我的身边，梦的起点你早已出现，每一天我的梦为你实现。嫉妒和失眠决定忘记你一些，但是想念加倍出现，想你了解我的灵感冒险，相拥人海里面心跳很快的蔓延，心在不停沦陷，用我的直觉不管多遥远，你是我世界，你靠近我的身边洒下光点，盛开无数的想念，我心跳热烈开始无法控制，想你的一切，你就在我的身边，梦的起点你早已出现，每一天我的梦为你实现，每一天我的梦为你实现。